各位南投乡亲，大家好，我是陈美冠，欢迎收看今仔日一月六号的南投新闻。选举进入最后阶段，立委候选人全力来抢选情，拢会邀请大咖人物来徛台互选。副总统郭台铭今仔日早起就来到南投，参加感动送暖的爱心活动。除了宣传总统马英九对着提升台湾的观光以及关怀弱势政策，也肯定立委候选人柯秀华在短短一冬外的任期，为南投县争取将近十亿的经费，希望讲选民爱认识鼓励做代志的候选人。来欢迎我们吴副总统。副总统吴敦义一早起就伫南投县长林明进以及立委候选人柯秀华以及地方人士的陪同下，参加县府举办的关怀活动，同时嘛全力替南投县的两位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来邮票。刚补选出来的许淑华委员哦，很短的时间就增加了，争取了将近十亿的这个建设经费，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贡献呢！所以许淑华、马文君表现都很棒。你看许淑华立委啊，一地啊，我今年哦，给咱争取多少？将近十亿嘞，哦。大家是不是要鼓掌一下？会长副总统吴敦义也指出，总统马英九对着台湾观光以及照顾弱势，拢是尽心尽力。其中特别起建保费被所开弱势民众，嘛在国民党的执政下全面开通。原来有二十几万所卡的，他是有钱没有交啊，现在降到三万多。另外有四十六万多是缴不起建保费的。在过去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就是锁卡，有健保卡不能去看医师，我们把它全面开卡，所以四十六万外交不起保费的人，我拢完全给开卡，这就是照顾弱势的同胞。南投是副总统的故乡，有副总统的支持，以及地方乡亲的全力收听，也让立委候选人柯秀华对着选战是更加有信心。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靠大牌的加持，而是呢自己能不能提出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诉求。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出生在埔里的蔡黄郎委员有任何的埔里乡亲为他来说话，或者是为他来站乡哈。我们希望呢在地的声音能够胜过这些大牌的加持，因为我们的选票是来自基层，能够倾听我们在地的民意才是最重要的。活动最后，南投县长林明进也亲身发放白米跟慰问金，希望好这弱势家庭。会当减轻经济负担，欢喜来迎接新的一年。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